请辞是一个决心态度的展现。台北市已经停滞了8年，面对世界变化之快，台北没有办法再空转下去。我要展现破釜沉舟，一定要赢的决心。因此，我在此宣布正式请辞立委的职务，全心全意全力来为台北打拼，带领台北重新启动。